看我们的草莓熟了没有啊？哎哎哎，有熟了吗？有，你看你看，哎呦，熟了，红了红了，是不是可以吃了？哇，好漂亮哦！摘呀，红了，把它吃了，没了。免得被其他虫子吃了哈。对，哦呦，看看，原生态的小草莓，哦呦，这么小，这没有啊？嗯，哎呦，哇，啊，有那个，有大的啊，哇，哦呦，哇，摘了呗。摘了，再不摘就被小其他东西吃了，哦，有这么大。这么有，没有怎么施肥，也没有怎么打药哈，嗯，哇，这么大，嗯，变形，这什么形状啊？这什么形的？哇，迫不及待想尝尝，还要去洗洗吧哈。洗洗洗，啊，那里还有一棵，那里还有一个熟的，给它摘了吧。还有，嗯，好熟。多哎！嗯，可以啊，这小草莓。哎呀，我们院子里 第一第个一熟成熟的居的然是这个草草莓，莓，那里还有一个，那里有一个熟的，给它摘了。真的，嗯。我们院子里还是有不少东西的。哇，闻一下，哇，好浓的草莓香味啊！快闻闻，好想吃了，没流没，口水了，好浓的草莓香，哇，是不是？好好香，香哈哈，好香哦！啊！哇，好浓郁啊，这个，嗯，哇，看还没有这么大的，哎，有些你看，有一朵已经开了，哎呦，那个什么也长得好高哦，那个什么柳条啊，那个什么艾条啊，艾草，这个，哎呦，可以呀，可哎，以，熟的，不能留啊！哎呦。哦呦，这一棵那么小张，两个这么大的你哈，看，有些还没熟哎，我哦。们就摘完还有，再来它还有一手，哇，都可够以，一顿了，一顿水果餐呢，这是。哦呦，可以，不摘了，不摘了，这里留不着，留摘着，了，留着，留着，够了，小核桃哎，掉水里啦，是不是啊？你吃不吃草莓呀？嗯，掉水里了，这调皮捣蛋。你看，这个就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吃了，可惜了，嗯。又远一点，不要再丢那边哎去了。呦，可惜了，这个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吃了。这个草莓洗了一下，赶紧过来尝一尝。嗯，我给你这点金银花。可以啊，我刚好上火了，这个可降火了。嗯。来，快尝一尝草莓，原子的第一枚草水果。来，我尝个小的。尝大的，来这个对，最这大的给你，给你，大的给你。尝尝这个。尝一下啊。看一下甜的还是酸的，没有打过药的，嗯，酸的，有点酸，但嗯，是这个好浓的草莓味特别浓，特别浓。哦，是啊，它全部都红了哦，嗯，好酸酸，甜口感的，酸甜口感的，嗯，我尝尝可以，看，感觉进，感觉挺好吃的，是啊，就是那种草莓风味，知道吗？这真是啥都没添加。酸酸甜甜的。嗯，还可以做养分，嗯，浓浓的，好吃，嗯，大地方吃，嗯，嗯，原生态的这个，嗯，好吃，来，最大的给你，大的给你，给你，快吃，我不要，快点的，来，一人一口，你吃，一人一那口，你先吃一口，你先吃，你先吃一口给我，嗯，哇，酸酸甜甜的，嗯，来一个，嗯，大的甜不甜？很甜。嗯，它的甜很多，嗯，嗯，那个汁，你这，大白在那里哼唧哼唧的，给大白也尝一尝。啊，哎呀，大白，哼唧啦，也分享一下，给你也分享一下啊。哎呦呦，坐下，嗯，好，这里等着，不能动啊。嗯，等着不能动啊，来，给你尝尝。哎呦呦呦，一口就吃了。我哎还在呦。抱窝呀，要不然肯定也出来吃哎了。呦，好不好吃啊？这个草也要吃啊，这个不吃啊？哎呦，看来好吃哦，大白啊！哎呦，好吃啊！来，小智的，给吃草莓。哟，不敢吃哦，没吃过不敢吃哦。来，那姑姑白在的话就好喜欢吃啊，姑姑白抱窝了，来，给吃啊！我不敢吃，小鸡仔什么都不敢吃，来放这里给你。姑姑白抱窝啊，已经3天了啊！嗯，哇，这3天我感觉它是没吃没喝啊，这样子。3天都没出来了。对，3天没有出它那个笼子。我嗯，们给它弄点吃的，我们也担心它就是饿坏了嘛，就饿在里面了都。我们每天都会去看一下。
昨天晚上看的时候他东西还是没有吃哈。嗯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去看一下，就是可担心他就是说饿坏了哈。对，看一下他有没有吃，没吃的话是不是要强行给他吃一点了。我觉得得人为干预一下，让他出来吃个十分钟，然后再回去。嗯，是吧？嗯嗯，要不然感觉他能量耗不住啊。对呀、啊、大白，哎呀，大白也担心姑姑白哟，比跑得比我们还快。是、啊、哎呀，大白快看一下姑姑白，来关心一下姑姑白。哎呦，一听到姑白嗯的声音，看到。哎呀，大白，看看姑白，看看姑姑白，别把它吓到了，别把它吓到了。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姑姑白，姑姑白，你还好吗？一动不动的，哎呦，它吃的，吃的喝的，在这里也是没动，跟老孙入定一样的。嗯。哎呦。这个吃的放了两三天也不能吃了吧，给它再换一个哈。嗯，这个呢就是一点没动的样子啊。嗯，真的臭了没有？我不闻，然后给它洗干净。给它换个新的吧哈。对，弄个香喷喷的，看它有没有食欲吧哈。嗯，把它抱出来放在门口给它吃，吃完再给它放进去。嗯，对，它吃东西快得很。对，大白走了走了，别打扰姑姑白啊。这边是南瓜子啊，这是生的，这是熟的。这个熟的呢，不得那个小粒小粒的，就是磨碎了给鸡吃。有人说，吃鸡吃这种熟南瓜子嘛，它是可以那个驱虫的。嗯，我们试一下吧哈、啊。对，试一下。嗯。再给大家弄点那个鸡蛋壳、啊。嗯。给它补补钙。补补钙。这个一压就好了，这个。要给它碾碎，怎么碾碎？这个。碾碎了。捏就碎了，很脆的这个瓜子。炒过的。嗯。点青菜。嗯。姑白抱窝辛苦了，给它弄出来给它吃一点。嗯，给姑白拌好了啊，这么一盆，里面放点青菜、南瓜子啥的，让姑白出来吃一口。眼镜这两个小鸡过来抢着吃。姑白出来吃点的是这夫啊，嗯，干预一下。来，我拿来，看到闻到香味它吃不出来，你又来了吧？姑白快来，好香哦！哎呦，哎呀，白，这个香喷喷的，新鲜的，快，快来吃点，快吃点，快吃点，香喷喷的，啊，不饿吗？快快出来吃点，哎呦，你给它舔一舔，快吃点，快出来吃吧，吃饱再敷啊，快出来吃一点，吃一点没事的啊，快快吃点，吃点，吃点，吃点没事的啊，快，你们把这个寂寞蛋全吃完了，我就笑死了，快出来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轻点啊！哦，轻点！哎呦，我看一下你的蛋。来来来来，快快吃！挺暖和的。嗯，给它挡一挡，挡一挡，挡一挡。给它挡一挡，挡一挡，挡一挡，挡一挡。那快吃，快吃，姑姑白，快吃！啊、哦，快！你们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快拿出来！姑白，姑白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呦，这几天没看到姑姑白，还有点想他了，我跟你讲。来来，姑白，快快！姑白，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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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快快快！哎呦，快快出来，抓紧时间吃，吃完就赶紧回去啊！快，抓紧时间吃，快，快，快快，我动一下，哦呦呦，腿麻了吧？哎呦，快吃快吃，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，快上厕所上厕所。哎呦，快抓紧时间啊、哦！乖乖乖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！辛苦了辛苦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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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快来！没有抢的身上没有食欲哦，喝水喝水喝水，哦，快多喝点水多喝点水，嗯，哎呦，三天不吃不喝哦，快多喝点水多喝点水，大白跟个老大哥一样在这里看着哟，是不是也想姑姑白了？大白，嗯，快让他多喝点，多吃点哦。大白也心疼了，哎呦，在这里看着姑姑白，大白好像也知道一样哦。你看大白还懂事啊。嗯。哥哥。快抓紧时间呢，嗯，嗯，快吃快吃，食欲没那么大呀，快吃快吃，多吃点，
也有点把我食欲给减退了。嗯。哎呦！哎呦，姑姑买的瓶子好暴躁啊，啄猫了，猫过来逗它了，啄猫了。嗯，又要想回来抱窝了，那你快回去吧。啊，等下窝冷了，冷了，冷了，给它。哎呦，好，那你抱吧，吃的在这里啊，饿了自己吃。哎呦，还自己拱一拱蛋。用嘴巴拱一拱啊，真的好敬业啊，姑姑呗。给这边撒点水啊，昨天铺的地坪，水泥地坪啊，给它养护一下。嗯。看一下，这粘不粘稳啊？昨天应该用力点往下面压的。喷头找不到了。真的喷不到了，这不好捏这个这头。嗯。给它撒点水，免得干裂了哈。感觉还可以嘛哈？还可以。嗯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哈。第一次没什么经验，你看再打什么地坪就有经验了。嗯。嗯，小核桃对什么都感兴趣哦，他过来看。啊？你不要进去哦，这个栏根本挡不住他。早上我看到他从那里蹦出来的。嗯。越不给他进得去的地方，他就越想进去，我跟你讲。猫就这样的哦。嗯，这两只小鸡仔好恩爱啊，天天都挨到一起，挺有伴的，哼，跟一对鸟一样。哥哥，小核桃从人家身边经过，要装作玩其他的东西。突然来一个闪电一击，要被发现了就跑了，嗯。大白故意跑过去，在那里。大白，打群架啊！大白的老大哥出来保护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调一些自制的这个药液吧，就是把园子里的这些这个虫子啊、虫卵啊什么的给它去一去哈。嗯。这几天有很多网友啊给了我们也是好多种建议吧。嗯。说什么有什么大蒜的、啊。大葱的呀，洋葱啊，酒精、辣椒水啊，反正各种各样都有吧。还洗洁精呢，洗洁精。嗯，我们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现有的一些东西吧，我们来试一下哈。嗯。用那个小苏打，还有下面泡了那个烟叶子啊。嗯。烟叶子 那个水。嗯。啊，那个水是去虫子的，这个呢是去虫卵的。啊。这个喷壶早就准备好了啊。嗯。我给它调一调。嗯。先利用这个办法试一试，不行的话还有好多种办法，看看哪个有效果。我们也测试一下吧哈。就能不用药咱们就不用药嘛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小苏打1:100啊，它这里刚好有刻度的，你看这里有2000毫升。2000毫升。嗯，那我就用个，这个是多少克？这个是80克，那我用20克左右，差不多嘛哈。嗯，十几克就可以了。十几克就好了，反正差不多。要买个刻度秤了。就这么多吧，1/8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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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过于。1/8，来，来，我们先。这个就泡的那个烟，拿那个烟呐、啊，来泡的水，对，让你拿来试一下，用两种看哪一种效果比较好。有两棵树嘛哈。嗯。可以啊。看这个油亮油亮的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这上面就是好多这种黑黑的，呦，整片叶子都是的，哎呦，它不是小飞虫哦，有点像那个蚜虫，蚜虫也有虫卵吗？这里嗯，这是蚜虫。哎，这个小苏打呢还有人拿来就是叫那个辣椒，知道吗？能让辣椒长得更好呢。对，这个小苏打可以吃的，没事没事。嗯，像那种洗洁精啊什么的，洗衣粉什么的，肥皂什么的，我感觉先试一些能吃的吧哈。连着油光油光的，上面就有一些蚜虫、虫卵之类的。吃一吃，都喷一喷，哎、啊，这要从叶子背面也要喷、嗯，它都躲在叶子背面，你发现没有？嗯。啊，大喷雾啊，这个是。嗯。给我走吧。
不欢迎你们。吹吹的，给它多喷一点。嗯。叶子上面全是，给它喷，多喷一点。这叶子是它们聚居地的。嗯。就给它吃一吃。这打一打的力度还挺大的感觉哈、哦。给你买一个背在背包背上的那个。不下雨、哦、我给你。嗯。差不多了，这边。它就是这条枝叶上比较多一点哈。嗯。嗯。哇，这两片上面太多了，直接给它拽了哈、哦。嗯。嗯，轻点，别掉到菜地里了。就是，丢。嗯。丢远点。给这番茄给它吃一下，发现那个小飞虫啊喜欢这个番茄，没有了，再对一壶吧。这个叶子上面有这个是不是新瓢虫啊？你看，嗯，人家说这个小黑飞啊，啊对，天敌就是这个七星瓢虫啊，给它保护起来，哎，多吃点小黑飞啊，人家还多养一点这个七星瓢虫，让它吃虫子呢。那可以。嗯。躲起来了，还挺聪明的。这个生菜还好密哦，拔一点吃，免得被虫子吃了。再拔一点，再拔细一点。到这个烟叶了，用这个试一下。分两种啊，这个喷外面的那棵杏树哈、嗯。看哪一种有效果？咦，这个会把堵头给堵住啊。把烟捞出来了，嗯，捞出来，没有滤网，捞不完呢，等下把它堵住了就坏了。哎，这外面这一颗小的，你看有好多这种虫子，嗯，不敢用那个喷壶、哦，拿这个来，直接给它撒一撒好了哦，试一下看看。对，你们尝尝烟的味道。这是什么办法都有哦。旁边有没有喷壶给点劲啊？嗯，肯定啊。到时候再买几个喷壶吧。嗯，再买个滤网。嗯。主要看有没有效果是吧？嗯。也试验一下嘛。嗯。有效果的话就可以大量的弄一下。